是也说道场就像是人生的加油站，那么当然呢，也是我们法身慧命之家，所以欢迎大家随时随地都回到慧中寺来增加我们的力量，来增加我们的福德因缘。在这里祝福我们慧中寺启用之后，有更多的信徒在这里可以得到心灵的归宿，得到心灵的沉淀，心灵的滋长。那也祝福所有在座所有佛光山的好朋友、佛光人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心情稳定，心情美好。祝福大家，谢谢。因此呢，我先特别代表我们的市政府，代表市民朋友，除了来道贺，也要来致谢。新的佛光山落成开光启用，诚如刚才的那句对联，家贵市民台中更好，那祝愿我们国泰民安，大家欢喜自在，法喜圆满，恭喜。